来到新北市业障前，有一个对象跟我约会，你可以帮我带上这个吗？有没有什么？我一直有一个崇拜已久，然后很成熟，又博学多闻，是一个很贴近你的人。贴近我的人？敲大家赞七六的，订阅七六的，小叮当七六的，感谢大家！耶！今天来到新北市业障前，耶！听球今天有一个对象跟我约会，圣诞节就是一个情侣重要的节日嘛，所以我相信可能是阿龙神有吗？阿龙神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边有免费的女友，有没有是孤单一个人的？这边有免费的女友，这怎么写？是不是我认识的人？孤单哎，但我很不想理他的耶。对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发女友啊，我要为单身者发声。你看起来也是一个人，哎，该不会是今天的对象是他吧？别人我们找的对象。那没 feel 哎，跟 Lucy 约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一起找对象啊，一起找对象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这边，以后高带就不。有没有？免费的女友，我可以等你。花女友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就只剩我跟你？我其实真的很想要找对象，但我们真的找不到，所以就只好勉为其难的跟我一起体验台湾的圣诞节。好啊，你看起来很勉强哎，为什么？跟我不好吗？没有，就是很奇怪啊，总是掏枪猛的。一整排这样，然后他们就会对着我一起。Lucy 很奇怪啊，你才奇怪啊，这么冷的天气。没有啊，约会一定要漂亮的吧？结果你超冷。对。哇，好温暖哦！谢谢 Lucy 哥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好啊。我要给你温暖的餐桌了。带你来这间板桥很有名的砂锅粥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带你来这间店吗？不知道。粥是怎么煮的？粥是有汤，然后放饭。对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它是用生米煮成熟饭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。你一定要吃看看，因为我第一次吃这个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不就是粥而已，是可以多好吃。但我吃下去的时候真的不一样，它是粥界的爱马仕。爱马仕一定要吃一下。这个是蟹吗？处女全糟，很高级耶。对啊，很香哎。我吃这个，好香哦。这是台湾的料理吗？它叫沙洲锅，应该是沙洲的料理。沙洲哦，潮州。潮州可以再问我一次，太丢脸了。这个是台湾的料理吗？它叫做潮州。潮州锅，潮州哦，潮州沙洲锅，很香哎，好吃哦，没吃过这么深度的粥，这个是有蟹，然后有蛋，很香的海鲜味，哦，它鲍鱼超大片的，真的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很难吃，我帮你摔。不要！我一直想要冷静，但好香哦。玛丽亚桑是第一次在台湾过圣诞节吗？没有哎。那你有羡慕就是情侣去耶诞城做什么事情吗？通常那个时候很冷嘛，所以可能好冷哦。然后接着换口袋。那这样子男生都要记得穿有口袋的外套。对，女生是为了给你看好漂亮的样子，所以男生记得一定要穿多一点。你有吗？我其实蛮羡慕，就是只有在耶诞城这种场合，才会敢戴那种比较亮的那个头饰。男生的话，也会比较抗拒戴那个东西。
东西、嗯、但我想说如果是圣诞节然后在耶诞城里面他们也许会比较配合，可能没有跟男朋友去过，真假、嗯、有一年是跟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去，结果满满的情侣然后在那边一直拍照，哇塞，男朋友对象帮你好好的拍美照的话也是浪漫啊。像我对耶诞城印象是那时候我还没来台北工作，我就拖着行李经过那个耶诞城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哦，我还打卡，好孤单。这就是商人的计谋，看清楚了。所以我其实是第五年，然后可以跟友人，你讲得很有距离感。我已经感受到那个，我们就只有这样子的那个，没有，我们一起吃饭变熟。好。吃饱了、嗯、然后天色也暗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逛耶诞城耶、yeah! 我就是第一次这样子跟有人一起约会嘛、嗯、然后我的梦想是跟一个很喜欢的人逛耶诞城，所以呢你可以帮我带上这个吗？哎、欸、超羞耻的，我脸比他还大哎、欸啊、现在我们就一起去逛耶诞城。别太近，我真的害羞哎！你刚刚在等，那我脱掉你还会这么害羞吗？没有，日行没事的，先戴好。好失礼哦！我愿意忘了玛利亚桑的反应，一直带着。谢谢。那我们去逛耶诞城。好啊。容不下我的视线，我眼里只有你。阿罗莎，我很害羞哎。漂亮哇！温暖板桥人的心，下一个板桥人有你就不冷喽。哇，你是板桥的天使哎。我们一起拍照，好开心哦！梦想成真哎！我刚刚也有说想要男朋友帮我好好拍美照，今天的男朋友就谢谢 Lucy 桑，玛利亚桑很漂亮吧？很漂亮耶！但这些灯饰都没有你漂亮，怎么那么会讲话？好帅哦！其实开始有一点冷了耶。真的吗，玛利亚桑？这样你就不冷了？天哪，我的梦想耶！还是我帮你呼呼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呼不到哎、欸。你很牺牲，谢谢，不要了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但是这样我就呼得到你嘞。我在呼你，谢谢。我觉得我还是带回来好了。不用的。那你有没有什么？我一直有一个崇拜已久然后很成熟又博学多闻的男生。博文不是，是一个很贴近你的人。贴近我的人谁啊？真的哥是台哥。嗯，确定哦。嗯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台北打拼，很少回家，但是跟台哥一起逛会让我有家的感觉。所以你是缺那种家庭温暖的感觉？没有，我家庭很温暖。可以吗 ，Lucy？ 可以可以。Lucy，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做的事情呢、啊？我想要我们一起待的待什么？那个头饰，然后很浪漫。决斗，跳过来。好啦，我们去买首饰。哎、欸，那边有很多可爱的头饰。真的吗？
我想要兔子的，那你可以帮我带吗？好啊。哇，海哥，你可以正常一点看我吗？可以吗 ，Lucy？ 可以。哇，好可爱。那你要不要帮我选呢？好啊，我帮你选一个熊的。好啊。哇，好适合你哦。Lucy， 有没有梦想成真的感觉？可爱啊。还不错啊，那我们就这样一起去逛耶诞城。好啊，耶！Lucy， 哎，下雪了耶！真的，好像有点冷。哇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冷了吧？好温暖哦。好多东西！哇，好漂亮哦！是雪屋哎，这是可以进去里面。哎，真的哎，我们可以进去房间。哎，如果要进去的话，我希望是跟玛利亚桑。哎，好可爱！你看我们两个比较可爱了，不要这样嘛啦，但我不敢丢，尊重我三倍。谢谢 Lucy 今天带我来耶诞城。你想想，我们已经吃饱了，然后呢也逛足了，走了一整天很累，对，是不是该去一些地方休息啊？休息的地方，现在就你跟我一起去休息吧。好，我第一次被约休息耶。我觉得很舒服。Kimochi 吗？我已经很痛了，每个位置都超痛的。哦，这里有感觉了。Lucy， 为什么约会的最后行程是按摩啊？走了一整天很累，按完晚上比较好睡觉啊。是吗？如果不好睡的话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来我家睡看看。可以理我一下吗？对不起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对。啊！哎，我想很多，为什么我不会痛？你是不是脑袋没有装东西？完蛋了！我真的想很多，我每一天在想事情，超痛。不知道在骄傲什么。好像有哎，真的耶，好羡慕哦。按摩真的很有用。他说我没有水肿。因为我最近觉得我脚有比较粗，然后我想说一定是水肿水肿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我没有水肿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肌肉。我今天第一次跟 Lucy 来约会，很像真的是跟好朋友一起来耶诞城，还蛮好玩的。谢谢 Lucy， 而且是我的梦想成真。重点是这个吧？如果下次还有这种计划，你应该要找高一点的女生，要练欧流嗓。你说你要欧流嗓吗？不行，欧流嗓很高哎，帮我代言一下。色不对，哎哎，没有，哎，不行，干了。希望你也今天玩得开心，谢谢 Lucy， 谢谢玛利亚，陪我一起玩耶诞城，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玩耶诞城，然后最后一个行程来到按摩，我觉得蛮舒服，很推荐 Lucy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感谢们，还有 Lucy 也有个人频道，然后有 IG、FB 追踪起来的，谢谢，麻烦你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哇，好难得，今天是我们两个一起来逛耶诞城。对呀、啊。